跟妈妈吵架，应该是艺能界他都知道的事。对，随便上讲啊，真的不合。而且你宁愿放屁也不愿意跟你讲话。他轻敲他又不开啊，只好用镜子伸进去偷偷看他在干嘛。厉害哟！跟姐姐来了，当然，妹妹了。哎，妈妈很漂亮嘞，真的，谢谢。哎，跟妈妈是同一型的。同一型吗？对啊，你们长发了没有？长发，跟妈妈才都很好，跟妈妈还不同一型呢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那两位感情好不好？很好，真的吗？我都叫阿染，没有叫妈妈。阿染就像姐妹，姐妹阿染，姐妹。这个有时候啊，这个为人父母亲啊，像我当爸爸的，我要跟孩子当朋友。嗯，对，将来你们有孩子也是一样，好吧？知彼知己，对对哈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好，欢迎两位。哎呦，布兰妮姐姐，思佳啊，妈妈是永远最好的港湾。妈妈是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跟妈妈吵架，应该是艺能界他都知道的事。对，随便上讲啊。对，哦，完蛋，直接就讲，还在我们这边吵，真的不合。对，这样很好啊，这样很好啊，有人可以拌嘴。对，这个叫拌嘴，拌嘴归拌嘴，会初次会真心让对方不好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骂一骂这个，哎哎，一会儿还是母女，对，一会儿两个人一忘记了，要又手牵手去逛街。对对，他虽然讲话难。难听了，但是其实也是句句实话，还言逆耳啦，能够让王思佳讲说讲话难听的，那肯定的难听，很难听的，句句属实。哪一句话最容易让小孩生气？哦，应该每个家庭都有惹怒，秒惹，一秒就把他惹怒。你们家的那一句应该是我把 iPhone 卖了。对，这不行，不行不行。哇，吵架吵架。好，来，秒生气，只是他一句话，一二三。跟你爸，因为我是单亲，然后有时候吵架，妈妈气头上的时候就会有脱口而出这个话。哦，就受不了这句。对，超累。一定是打小孩啊！谁的小孩比较乖？哦，孩子也怕被比较，对，我也不喜欢被比较，最讨厌被比较了。当然，当然，谁都不喜欢，就会一直哭，一直哭哦。啊，跟爸爸分开很久了，就对啊。哦，二十几年了，二十几年。其实孩子跟爸爸还是很 OK 了啊。对，还是 OK， 跟我，但是跟他比较好。哦，他跟妹嘛，你跟他跟我比较好哦，我以为跟孩子的爸还是比较好，那很怪。好，来看你们的，一二三，拢是为了你啦，有本事下辈子换你当我妈哦，不一样，对，哎，这个是温馨的话呢，没有处理，处理，好。哎，他好像比较怕思佳哦，对呀，思佳的哎姐，气势比较强，力买天，没有，因为我妈就是一个她真的很欠人家管的人，比如说她现在这个年纪，她喝全糖饮料，哦，全糖哎，各位，真的全糖，珍珠奶茶也是全糖，对呀，它是全糖，而且还是冰的，那你去管赖清德啊，冰的。他也是喝全糖的，对呀，你都有在 follow 哎，我先管他，你好好奇怪的资讯你都会获得，什么什么都知道了。还有娱乐版的新闻问我政治问题，政治的我比娱乐版还清楚，哎，对不对？没有，然后他就来我家嘛，然后带来一杯饮料来，然后上面就写全糖，我就把它丢了。他说你丢了我的饮料，你要赔我一杯，那我就帮他买了一杯无糖，无糖哦，他就喝一口。丢掉，然后他就骂我，他说我是你妈，有本事下辈子换你当我妈，再来管我。对呀，然后我就爆炸了。没的，这就有什么好气？其实你也是为他好啊，妈妈也是为你。妈妈说的都是为你好。对呀，恭喜你得利了。你认为讲这句话他会生气？他不鸟我，他气炸了，马上哦，气疯了。嗯，怎么会呢？他是说你每次都这样讲啊，但是我惹毛了他，我只要管他，我说都说都是为你好，他马上崩就爆表了，抓狂了。哎，但这一句好像那个我们有一个那种就是大数据，就是都是为你好，也是小朋友觉得那个情勒这一句会很生气，有点情勒的，要异地而处了，是。太信任人，晚睡，也是熬夜啊。那些晚上呢，大家都在睡觉，他聊天聊得很高兴呢，又是笑，然后又很大声，然后你又不能敲他的门，
跟他说爸爸在睡觉，因为敲门更大声会把爸爸吵醒啊，而且他不要那么晚睡，然后敲门他也轻轻敲他又不开啊，只好用镜子伸进去偷偷看他在干嘛。用镜子，对呀，对，狮子座最讨厌，他不是那种小的，他是整个那种这样子飞进来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那种刚化妆，全身镜啊，全身，我已经傻眼嘞，我还我还用脚这样顶着，知道吗？对啊，我有听过一个婆婆哈，就那个媳妇儿娶回来，婆婆啦，不是公公啦，哦，哎，一是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一直被抱孙呐，哦，对了，进度啦，啊，然后他们住的房子比较旧一点那一种，然后后来他那个老婆后来上节目里面，他觉得说我这个婆婆莫名其妙，我说哎呀，婆婆都是为你好，有什么好莫名其妙？怎么了？他说不是，晚上睡觉啊，他从那个爬上那个气窗在看，好厉害。看你们的进度是怎样？阿后来凌晨三点，他就这样转过来，看见那里，觉得有眼睛在动，突然间熊坐起来一看，哎呦，那婆婆在哪里？那一婆婆，哎呦，就在那里。惊死没啦！真的会吓死了。监督哎，隔天聊天，他说我气得差一点搬回娘家。哦，这个要搬，这个要搬。我们在睡觉，你干嘛这样爬那里看我们这样？你万一掉下来怎么办？其实当时也讲反话，就是你不要在那爬上来。哎呀，没有啦，关心你们啦。哦，我一点多看到三点，你们连动都没动。王思佳快问快答，九十秒计时开始。最近一次跟爸爸亲热是什么时候？昨天。不要乱讲啦！快九十秒了，说出演艺圈比我还三八的人。齐吗？二。OK OK， 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问，说出自己的三个缺点。我太美了，太正了。太坦白了，答错，答错，答吧，快点换人。我手机的号码中间是什么号码？哪三码？哪三码？三二零九，他真不像，我忘记，想不起来哦。啊，试驾提问，说出爸爸的三个缺点。整天坐在整天看电视，然后一直放屁，然后都不跟我讲话。你不愿跟你讲话，不然你提问，赶紧问问问。接下来你一个月要给我多少的孝亲费？一个月要给你多少的孝亲费？还要考虑五万够吧？私家提问，交过几个男朋友？我对，三个，时间到，好 ，OK， 好，答对几题？六题啊，哦，算多的呢，哎呦。算多的呢，啊，你老公宁愿放屁也不愿跟你讲话，他宁可用下面的嘴巴讲，不愿用上面的嘴巴。我的天哪！啊，怎么老夫老妻本来就这样不太爱讲话，话都讲过了，讲过了，每天都讲一样的，每天了解对方。老夫老妻就这样嘛，在屋子里面你那走来走去，我知道你在，这样就好了嘛。对呀，这个才是真爱，这样一走哦，走到两百年哦，本来就是啊，对啊。哎，我被改立看屌屌呢，看屌屌。好，谢谢两位，来请坐。谢谢。好，接着下来第二一组。